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海婷，今天我们来吃生蚝，大生蚝，就是那个超级大的顶级的生蚝，我去，好烫，这个角度看得到吗？非常的好，哇，看到没有下面，哇，好嫩啊。我很讨厌吃蒜，但是这玩意这么加工一下太香了，汤汁更是鲜美，鲜美的不得了。哇塞，看下面，好肥美呀！再来一个，这蒜放的好多呀，一点都不腥，还非常烫，还烤完就拿上来了，现烤。来下一个，烤肠，20块钱啊，姐妹，好贵呀、啊，就是。外面5块钱一根的那种，我冰箱里面也有，我自己做的话可能就1-2块钱吧，呵呵，加上佐料，肉肠，嗯，来瓶饮料，补充维 C， 好喝。鸡爪，拿上里面。哇塞！贩毒的时间。烧烤里的鸡爪，它烤完之后特别的嫩，很香，很好吃。嗯，它烤完之后应该是很干的感觉，但是它吃起来一点都不干。还有个白果，以前好像这一个才5毛钱，现在的话5块钱了，涨了多少倍了？韭菜才是灵魂啊！记得双击哦，好好吃。